琪姐，啊，坐着习惯吗？看我眼睛。太累了，主要是昨天太累了，是吧？凌晨过来的。4点钟到的。从来没熬过这个夜了。现在应该是肿的，头晕晕的。下午吃完饭再回来休息一下。下午见了我表妹之后，明天可以在附近玩一下。怕少嘞？怕少？不要少，去哪呀？去洗手间啊。哦。你表妹怎么样？刚给我发了信息，她说她12点过来。你确定能过来吗？她可以吧？她说了12点过来一起吃饭。她不会有什么的，现在都是。现在应该法治社会应该不会的，对呀、啊，而且这也算是个大城市，是不是？他可能只是遇到什么事情，但是怎么样，小女孩的心思猜不懂。那你等一下跟他好好沟通嘛。是啊，这不是叫你们一起来吗？就女的说方便的嘛。女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叛逆期，她有时候亲人的话她不听的。越亲近的人呢，越不听，所以只能搬救兵了。你总不能叫老太太劝他，跟他聊吧。你可以啊，不方便的。也没事，我跟他聊过，以前跟他接触过的，他还挺好聊的。比较少，他比较能那个。对，他比较会说。嗯，他能基本上都能可以把那个落骆驼都能把它说说站直的。想理他的那一种。等一下，他估计还没有弄好，具体下来有没有跟我大哥打电话？有没有想他？想他干嘛呀？他都不打电话给我呢，他都没有发信息给我。现在给他自己安静安静。真的应该还早啊。昨天我们下来，我们跟大哥都就说了一下，我们去东莞拉你喂鸡，喂你喂猪了。他知不知道琪姐一起来？他还是不是以为我们开玩笑的？他给他自己反省反省。等一下你是吧？等一下你就发个定位给他，就给你啥话都不说，你就发个定位给他。你可以跟他说，你说，我去外地了，我不回去了。对。试探一下的。对，然后就是你发个定位给他，然后你说我去外地了，这段时间想出去散散心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。就可以这样子，看他怎么样嘛。你就试探一下，对呀、啊，试探一下。看大哥着不着急，着急是还有救，不着急你救了，我的高啊。但是你不要跟他说。我不说的。我也不说。